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633页啊，633页。我们从第四行看起啊，谢脱光。见宋矣，未以无知，故古注释未有注释啊，没有注解。但未以中呢，有阎王与无嗔两观。禅师赞曰：佛光照耀最低也。故佛又号光阎王，三途黑暗蒙光起，是故顶礼大阴公。又啊，还是贪婪法师的偈子，说神光立相不可名，故佛又号无嗔光，阴光成佛。光何然？诸佛所叹故顶礼。那么禅师这两首偈都是赞谢脱，神光立相，应光成佛，都显谢脱光的自觉之德。从这个地方呢，我们能看到古人翻译有时候啊，有开豁不一样。开把一个光啊说成两个光，豁呢将两个光豁成一个光，这在翻译里头常常看见的啊。因为这个本子是五种原译本汇集成一本啊，所以像这些地方呢都交代得很清楚啊，让我们能生信心，不再怀疑啊，目的在此地。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经教最殊胜的是学了，我们就会用。用在哪里呢？用在起心动念，用在日常生活啊，用在工作，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全用得上。这个东西学了管用啊，如果学了用不上啊，那就别学了，那学它干什么啊。就古大德教导我们学以致用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啊。会学的人他全用上了，那就叫真的啊。佛没有白说啊，我们真得到啊佛法的殊胜利益啊，所以一定要体会言外之音。这从前李老师教给我啊，他这个话中有话，意中有意思，你要体会这些啊，那就受用不尽了啊，真学到了。禅蓝法师这两首偈里头有两句话非常重要，前面是神光立相，光是智慧，我们与一切相不执着不分别，智慧就生起来了
啊，执着、分别，智慧就没有了。智慧没有了，你学到的是什么？学到的是常识，学到的是文字。啊，文字里面你都学到了，文字外面的不知道。啊，如果我们利益切想，经常后头还有一句话了，即一切法，利益一切相，即一切法，这是智慧啊，这才能开悟啊。啊，光是智慧，智慧从哪里来的？智慧从不着相来的，这个利相就是不执着相，不是不要相了，不是远远的，那你就搞错了啊，所以说即相离相啊，就在现象当中学什么？学不执着，学不分别，行吗？行，真行啊。那如果有些恶人坏人来找我们，我们不分别不执着，他会不会伤害我们事情？不会的，为什么？他要伤害啊，佛菩萨护法神啊，就把他调走了啊。所以我们只用一昧真心来待人，我们这个真心念念感动诸佛菩萨，念念感动护法神，他们来照顾。我们不跟一切众生结怨仇啊，跟一切众生结最好的善缘，他纵然是坏人来捣蛋来捣乱的啊，将来护法神把他送到地狱去了，我们还要救他。为什么？他本性本善，他本来是佛，只是一时迷惑啊，做错了事情啊，可以原谅啊！啊，只要他忏悔，只要他认错，就是好人。啊，我们要用这种心，一个真心，一味真心呢，处事待人接物就对了。这叫真学佛。啊，你真学到了。佛言经当中，一切众生皆是佛菩萨。无逆施物回谤大臣的那个也是佛菩萨，他为什么干这个事呢？一时糊涂，道理就在此地。那不是他的真心，他的妄心，他的烦恼习气在致使他，他做不了主啊，他决定有回头的一天。为什么？他本性本善，他本来是佛啊，只是回头有早晚呐。啊，有些人回头的快，有些人回头的慢，再慢无量劫之后还是会回头啊。所以我们要一味真诚慈悲清净平等心来待人接物啊，无论干什么坏事的时候都不要放在心上，我们心上不收这一些负面的记忆，不但连负面的我们不收，正面的也不收啊，因为正面的记忆我们要是不放下，将来三山道是宝啊，是不错啊，三山道啊，啊，最大的佛宝做帝王啊，再大的做天王啊，帝王天王有没有过失？还是有啊。啊，唐太宗是个好皇帝啊，也有过失啊，造地狱罪啊，还是要到地狱受报啊。
啊，所以要觉悟，觉悟什么呢？觉悟这种果报不受。我做天大的好事，我也不想升天，这就对了。啊，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到佛国度去。啊，哪里有佛，我们到哪里去？天上没佛，我们不去。啊，28层天都没有佛。啊，有佛国土里面呢，我们自己才成得了佛。没佛国土，只是享福啊，成不了佛，不能破迷开悟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佛就没有白学。那第二个呢？因光成佛，菩萨是怎么成佛的？光是智慧，是因智慧成佛的。啊，智慧从哪里来的？是自性里头本来有的，不是外面的。只要把障碍除掉，自信智慧就透出来，那就叫成佛。啊，障碍太多了。佛为了讲经教学方便起见，把这无量无边的障碍分为三大类。啊，这个三大类叫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华严经上说三个名称，说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就是无明烦恼，分别就是尘沙烦恼，执着就是见思烦恼，一桩事情。啊，说法不一样，同样是一桩事情。佛告诉我，放下执着，我们对于世间一切人事物不执着了，不执着智慧啊，你就证阿罗汉果，你就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了，就这么简单。啊，放下尘沙，也就是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了，不再分别了，一味平等。啊，没有分别，你就成菩萨了。如果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修成了不起心不动念，那就是妄想放下了，无明破了，这个人叫成佛了。那在我们的经题就是清净平等觉，佛是觉，菩萨是平等，阿罗汉是清净。我们今天修学这三样，我们哪一样得到？这真功夫啊，这不是假的。啊，我们的经题上有因有果，清净平等就是因，啊，果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经题上有没有？有，前半段。你看，大乘就是智慧，自性里头本具的无量智慧。真的了，无量寿是德，自信万德万能啊，无量无边的德行呢，
一个德就是寿命啊，这个我们容易理解了。你说你智慧再大，福报再大啊，寿命没有了，不全等于零吗？啊，所以寿命重要啊！啊，有寿命，智慧的才起作用啊！啊，所以无量寿是第一德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佛无量寿，菩萨无量寿，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通通无量寿。啊，后面一个庄严。庄严就是无尽的美好，就是极乐。极乐里头包括智慧，包括德行，包括相好。庄严是相好啊！这个经题里头啊，把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的因果都显出来了，就在一个题目里头就显示出来了。啊，那这一部经讲什么？就是讲极乐世界的因跟果。啊，光是因呐，因光成佛了，光赫然。啊，诸佛所叹，诸佛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所以要顶礼阿弥陀佛。啊，所以这个两首偈子都是赞叹解脱。啊，解脱就是放下。啊，也就是修兰博士讲的清楚。啊，打扫得干干净净。立相，因光成佛，显示解脱光，自觉知道了。啊，佛光第一，三途蒙光。这一句是显解脱光觉他之理啊！佛菩萨一定是先成就自己，再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就是教学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的。30岁成道，就是智慧显现啊，就开始教学。79岁圆寂的。教学49年了，没有一天中断了。啊，所以我们要是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就晓得释迦牟尼佛是个什么人呢？与宗教不相干呐，他不是神，他不是仙，他是人。印度人称他佛陀，佛陀是什么意思？我们得搞清楚。啊，佛陀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了的人称佛陀。我们中国不称佛陀，中国人称圣人。啊，圣是什么意思？明白的意思。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他明白了，在称圣人。啊，凡人不明白，糊涂；圣人明白了，
啊，所以明白了，跟觉悟了，意思是一样的。当年翻译为什么不把它翻作圣人？那个就是因为圣人里面的含义还不足以翻佛陀，因为佛陀的意思比中国圣人的意思更广更深，找不到适当的字来翻，所以就保留着元音啊，佛陀印度的音，再加以注解啊。中国这个圣人没有讲到宇宙的起源，没有讲到万法的由来啊，没有说的是我从哪里来的，这个没有研究到这一层啊。佛里头有这个意思，所以它比中国圣人的意思要深要广。啊，第二个名词菩萨，菩萨也是印度话，菩提萨埵。中国人喜欢简单啊，菩提用一个菩，萨埵用一个萨，尾音都省掉了啊。印度人不怕麻烦啊，中国人喜欢越简单越好啊，所以我们称菩萨啊。菩萨玄奘大师翻的，叫觉有情啊，有情就是我们一般人有情众生的，有感情的，但是他跟一般人不一样，他虽有感情，他觉悟了，他不迷惑。所以觉悟呢，没圆满，圆满就成佛陀啊，还没有圆满成菩萨。所以菩萨相当中国古人所称的贤人圣贤嘛啊。在下面一个有成就的叫阿罗汉啊，阿罗汉这是最低的最小的成就，但是阿罗汉能够把执着放下。我们中国圣贤执着都没有完全放下啊，这个跟他们不一样啊，他们把对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执着啊，统统放下啊。这一放下呢，六道轮回不见了啊，超越六道轮回啊。于是他们见到了十法界的四圣法界啊，这个很了不起啊。啊，等于说是不同维次空间呢，他能见到啊，他能够入那个境界啊，这些比中国高啊。中国古圣先贤知道有天道，知道有阴曹地府，但是不能去，阿罗汉能去啊。我们读地藏经，你看看光目女啊，母亲有难了，这是个孝女啊，遇到一个阿罗汉，阿罗汉入定，到定中去观察地狱，看到他母亲在受罪啊，教他怎样修福能够把母亲救出来。那像这个呢，这个中国圣贤还做不到啊。所以这就是翻译找不到恰当的字，恰当的名词，翻译佛经造了不少新字，
你说佛这个字都是造的，梵经时候造的，佛也是音。中国有没有人字边的佛？佛是当否定讲的。释迦牟尼佛是人，印度人称他佛，就把这两个字拼起来，加个人字旁。哦，这就是印度讲的佛。所以是新造的，古佛教没到中国来，没有佛这个字。造了不少心思这我们懂得翻译的经过就了解了所以立相就成佛。你看立执着这个相就成阿罗汉，立分别的相就成菩萨立妄想的相就成佛了，就圆满了，这样立相成佛，放光普度这个光是什么？这个光就是叫人觉悟的，我们造一尊佛像，造一尊菩萨像供在那里，别人一看，哎呦，这是佛，这是菩萨，那就是觉悟啊。如果对于佛菩萨表发的意思清楚，哦，那他觉悟就更彻底了，更究竟了。譬如我们供养一尊释迦牟尼佛。大雄宝殿都是供养释迦牟尼佛，这个佛像在那里放光啊，新造的佛像启用有一个仪式叫开光，现在这个仪式有，但是意思呢完全颠倒，现在变成什么呢？和尚替佛菩萨开光，不开光他就不灵。你们要是用逻辑去想想，那佛菩萨谁叫他灵啊？开光的人叫他灵，我不开光你不灵了，那你拜他干什么？拜人就好了。我替他开光，我叫他灵就灵，叫他不灵就灵，你应当拜我，不应该拜他。颠倒了开光是什么呢？是佛开我们的光借着它把我们自信光明引发出来，这叫开光。所以开光仪式就是讲解介绍供这尊佛的意义，为什么要供它让大家完全明白了，这不迷信释迦牟尼佛代表什么？名号就是他的意义释迦是仁慈，你看现在人呢没有仁爱的心呢，释迦是仁爱呀，想到自己一定想到别人，人嘛，人是两个人嘛，自他不二嘛这是说佛这样对人，我们要向他学习他对待别人是一片慈悲，释迦就是这个意思对人要慈悲要仁爱，对自己呢要清净，摩尼是寂灭的意思，就清净寂灭，寂灭是把烦恼灭掉，
把业障灭掉，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就你懂得这个意思，一见到释迦牟尼佛，我就要想到我对人要仁慈，我对自己要清净，这就是开我们的自信光明了。所以这个开光是一个新的佛像啊，这个供奉一个典礼，跟大家做一个介绍，讲清楚讲明白，这叫佛给我们开光。我们见到佛的开自己光，现在意思全搞错了。我们供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寻声救苦，大慈大悲，把这个意思讲清楚啊。哪个地方众生有难，菩萨就到那个地方去救度众生。难从哪里来的？难从迷惑颠倒无知啊，愚痴来的。那化解灾难，化解灾难要觉悟，要有智慧，灾难就没有了。所以观世音菩萨用什么来救苦救难？用教人慈悲。你看，今天这个世界上灾难很多，过处传来的信息，怎么样化解呢？就有一个爱。你看，那不就是观音菩萨吗？大慈大悲就是大爱呀，人人都把大爱发出来，爱众生胜过爱自己，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是坐着供在庙里那个，是自己呀。把观世音的菩萨落实在自己心里，落实在自己行为上啊，自己就是观世音菩萨了，自己就是释迦牟尼佛了，这个得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晓得佛教里头一丝毫迷信都没有啊。所供奉的这些像，佛像、菩萨像、罗汉像，全是表法的，全是在那里教学你要看到要起作用看到就是提醒自己，我的爱心在哪里我的慈悲在哪里用这些方法开发我们自信的智慧的能，用我们智慧的能为一切众生服务毛主席讲过一句话：全心全力为人民服务。在佛呢，换两个字：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佛服务的范围比毛主席大，毛主席只是人，众生不包括这里，为一切众生服务。众生包括人人不包括众生叫普度众生这佛法的精神佛家的文化了现在全给人搞颠倒了，给谁搞颠倒了？甚至于给很多出家人搞颠倒了，这就没法子了，让人家产生严重的误会佛教是迷信冤不冤枉这样好的方法叫人看成迷信佛法非常重视艺术教学，
这是属于艺术教学啊，不用说话了，让你看到、接触到、听到，你就有感受，你就有启发。啊，佛门的音乐是以音声做佛事，就是用音声来启发你，帮助你觉悟。啊，用色相这样叫你看的，啊，看佛菩萨像，你也能看到的。啊，你看烧香，香是表法的，为什么要烧香？古时候，这个烟呢，是传递消息的。你看长城，每一个阶段有一个烽火台，那个烽火台什么？就是香炉啊。边防上发生事情了，有人来侵略了，烽火台点狼烟，狼粪，啊，狼烟呢浓，风不容易吹散。啊，狼烟也上升，啊，那一边看到了，立刻点上。几个小时之后就传到京城，啊，皇帝就晓得了，哪个地方又出问题了。所以这是什么？传递信息。我们用香炉，啊，香炉就是烽火台呀，点这一支香，表示什么？我跟佛菩萨通信息。取这个意思啊，所以叫性相啊，啊，界定真相啊，啊，你看到相，闻到相，要修戒、修定、修慧。啊，你在想这些，那这佛教我们呢，啊，戒定慧三学了，他是用戒定慧三学成佛的，我今天也走这个道路。啊，跟诸佛如来走一条路啊，你看这个意思多好。现在全搞错了。啊，佛前面点灯，点油灯，点蜡烛，现在点电灯，电灯不能表法。啊，油灯蜡烛表什么法呢？燃烧自己，照耀别人。我们要对社会、对国家、对一切众生做出牺牲奉献，表这个意思。要蜡烛不烧自己，照别人；油灯也是的，烧自己是油慢慢就干了。啊，取这个意思啊。啊，蜡烛香烧得越多越好，错了，越烧得太多了，乌烟瘴气，人呼吸会得病啊！啊，所以意思搞错了。啊，好像只要一支蜡烛，只要一对油灯，只要一盏呢，表法的呀。你烧那么多干什么？啊，把房子的时候都熏黑了，怎么对得起佛菩萨？佛菩萨连个干净地方都不能没得住，住在乌烟瘴气里头。啊，所以这些误会。由来已久了，不能怪现在人呐。啊，两三百年了，累积成今天的误会。啊，所以佛教全教学，你看点蜡烛、烧香都是教育。啊，燃香在中国特别重视，就怕你忘掉。出家人在头顶上燃香吧，
就叫你天天摸着头，你去记住，你曾经发过这个愿，舍己为人，你容易做到。啊，在家居士把香燃在手背上，就常常看到我曾经发过这个誓啊，啊，我不能打妄语啊。啊，这个用意在此地，这个功德就大了，意义就深了。哦，我这个人是供佛的，你拿什么供佛？啊，多烧几个表示我诚心供佛，你看意思全都搞错了。啊，供佛，佛是叫你认真学习。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这叫供佛啊！让佛教沉传，不至于断灭，一代一代传下去啊！连建筑都是表法，你看大殿，外面看两层，里头一层。代表什么意思？外面两层代表佛以二谛而说法啊，佛讲经教学根据什么理论？真谛宿谛。但是里面真谛宿谛是一不是二，哎，外面看是二，里面看是一啊，全部都在这个思想上你都看到啊，所以佛家的这个寺院是个艺术馆啊，跟教学结合在一起啊，世界艺术馆博物馆跟学校是分开的，佛法把它合在一起啊，所以你真正要懂得，不说一句话到庙里走一趟，你的心情马上不一样了。啊，你懂得他的意思，你就是在接受教育。啊，好像城隍庙的阎王殿，十殿阎王，以前都是泥塑木雕造造的，你从那里走过一趟。心里的一些恶念就放下了啊，那就是起作用了啊，不敢再起恶念，不敢再做恶事，为什么呢？有报应啊，得提醒你啊，你能回头了，你能认错了，不敢再做。啊，所以这个寺院里的表法是大学问呐！啊，今天没人懂，通通把它当作神来看待。啊，这个地方讲，你看，立相成佛了，故光普度。啊，所以没有一样不放光，你了解他的意思，佛像放光，宫殿放光，菩萨像放光，所有一切陈设香花翻床宝盖样样都在放光啊，你一见到就晓得啊，宝盖放的是什么光呢？今天社会人常讲的环保，宝盖是标环保啊，它是防止灰尘的啊。佛像是高级的艺术品啊，怕灰尘染污，所以佛像顶上用一个宝盖。
啊，防止染污。我们看到这个相，我们要防范心理上的染污。啊，看到财物不贪，这就不受染污，其贪心就染污了。啊，贪嗔痴慢就是染污，让你在境界里头时时刻刻有人提醒你，啊，要叫你回避染污。在五欲六尘里头，不起贪嗔痴慢。这是佛法。是正行解脱光的妙德之理了。于此也可见，古已差异往往皆由于开合之不同耳。宋仪解脱光啊，把位移里面光阎王啊，就是阎王光跟无称光这两种光合成一个解脱光啊。那么在位移本里面呢，把宋仪的解脱光呢分成阎王光跟无称光啊，这就叫开合不同啊。这是翻译人他们做的，可以这样做法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时候本子里头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安稳光，我们看到这个名称，想到今天的社会，今天的国家，一切把安稳放在第一啊，安稳就是没有动乱了啊，这也是见宋仪啊，安稳身心安稳的 啊身安心稳，取这个意思啊。下面跟我说了，五浊八苦不能饶，这叫安。这从因上说的。下面呢，山崩地陷不能动，这是从相上讲的。啊，我们要稳，叫社会稳定。怎样才能叫社会稳定？每一个人心安了，社会就定啊，他心不安，他怎么会定啊？如何能叫众生心安呢？你看佛教给教给我们，五浊搞清楚，八苦搞清楚，也就是说摆在我们眼前那些事实真相搞明白了，心就安了啊。身心教诲是安心的妙法了，因果道理是定心的妙法。啊，你不从这两种教育下手，社会安稳是做不到的。今天社会动乱，就少了这两样东西。
啊，学了中国传统教育，你做不善的事情，你心会不安的，像良心责备呀。你懂得因果的道理，不敢做坏事啊。为什么呢？来生有报应啊。啊，所以人心就安，社会就稳。啊，那佛法两者兼而有之，佛法有理论，有因果。跟你讲得很明白，很透彻。啊，人都有命。古人所谓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啊，你从生下来就被命运注定。世俗都承认，在古时候都承认，这个观念大家都接受，没有疑问。啊，佛法提出更高更妙这个道理，命运可以改造，不是一成不变。啊，佛法有理论，理论是什么呢？佛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你的命运里头，有福报，也有灾祸。福报是你过去所修善业之成就，灾祸呢，是你过去生中所修不善业的成就。啊，那你明白这个道理了。我的命运呢，原来是过去生中造的业，现在这一生呢，果报现前，就这么回事。那我今天造业，我能够修补过去之不足。啊，过去是造的恶业，现在不造恶业了，恶业停了。过去是造的善业不多，拼命做善业，这善业加了，你的命运就往好处转了，越转越好。啊，假如呢，反过来，过去生中啊造的善业很多，你现在享福啊，享大福啊，啊，现在呢？好事不做了，啊，专干坏事。因为你福报大了，你的余福很多啊，干坏事还是享福啊。到你福享完了，你的灾难就现前了。啊，为什么？你没有继续在做好事吗？啊，就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人改造自己命运不难呐。中国历代改造命运的人太多太多了。啊，大家知道袁了凡是袁了凡写了这个自己改过修善这个故事，给他儿子，劝他儿子，啊，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么出名的。其实像袁了凡比袁了凡成就更殊胜的都很多。啊，印光大师提倡于静义欲造神迹。于静义跟了凡同一个时代的人，大概比袁了凡大十几岁。他那个改过，他那个果报超过了凡先生，
超过很多。啊，是因为没有详细报告。啊，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我们一定要相信的。啊，我的这一生也是把命运彻底扭转了。啊，靠什么呢？靠了凡四训。啊，我好像是在25岁的时候，26岁学佛，在学佛前一年。前一年还是前两年，啊，23、24岁的时候，遇到朱金州老居士，啊，他送我一部《了凡四训》，我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啊，2个月当中我看了30遍。啊，真正发现立志学了凡先生。啊，我在年轻时候毛病习气，了凡先生有的我全都有。啊，了凡先生有些好处优点我没有，我比不上他。啊，缺点全具足。啊，这下明了了。搞清楚了，不改不行啊！啊，不改将来决定堕三恶道啊！啊，所以第二年遇到佛法，对于这些事情啊，越来越清楚啊，越来越明白了。啊，所以要认清我们先前不住，这个住就是染污。啊，今天我们的染污非常严重。啊，我们的思想染污了，我们的就是心染污了，严重染污。我们的行为染污了，我们居住的环境被染污了，这现在大家知道啊，地球失去了生态平衡，出现许多灾难啊，最麻烦是我们的土壤染污了，被化肥农药染污了，我们的水被染污了，将来的人喝不到干净的水怎么办？我们空气被染污了，怎么活啊？啊，这是染污到了饱和点了，回不了头来了。啊，只有学佛的人，少数，非常少数，逐渐明白了。真正明白之后，佛法84000法门，黄念祖老居士跟我说过好几次，他说从今往后，因为释迦牟尼佛末法后头还有9000年，
从今天起往后，只有念佛这一门能救啊，其他的法门都救不了了。他学禅，他也学密，密宗中金刚上师，他老人家往生，往生前六个月，每一天念佛14万声，念了六个月往生了，完全用净土表演给我们看了，慈悲到极处啊！啊，在这个时代，下莲居老居士视线汇集大经啊，念老是下老居士入室的弟子传人的，用83种经论，110种古来祖师大德的开始，汇集成这一部注解。所以这个注解是集注啊。我们今天展开经卷看他这个注解，就等于你看到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开始，全在这里头啊，太难得了啊！这么好的东西出现在中国，没人相信啊，多少人要批评的。我是货，我认识宝，宝中之宝啊，一切法宝当中啊第一宝啊，我要不肯学不带头，这东西就可惜了，没人知道啊啊。所以我在前年清明节开始华严经停掉，晚年何一年讲一遍啊，我们的标准时间是1200个小时啊，就讲一遍啊，我要活10年就讲10遍，我不讲别的了。为什么？这一步这个法门确确实实能帮助末法众生往生净土，圆成佛道啊！别的东西来不及了，别的东西要断烦恼啊，要消业障啊，这一门不要断烦恼，不要消业障，你干好多错事不要紧，只要你肯回头，只要你能忏悔，最后一口气没断，你还有救啊！你说这法门到哪里找啊？真找不到啊！啊，我要不弘扬，没人弘扬。我今天带头来修，带头来修。啊，告诉大家，我学佛61年，讲经54年，晚年最后挑选的就是这个汇集本，就是这个集注。啊，这些年来
有十年了，跟着我学这个会集本啊，念佛第三昧往生的太多太多了啊！我们看到往生的瑞相啊，这不是假的啊！所以经讲透了，听明白了，我们的心就安了。理得了，道理明白了吗？心就安了，心安理得了，理得心安，心安了，人就定了，就不再造业了，社会就安稳了。啊，帮助社会和谐，帮助社会安定，帮助天下太平。这个经叫妙极了，利益没有边际啊，在佛法讲是功德无边际啊，现在世间人讲利益了，利益没有边际结实安稳，这两句话也说得好。无着我实，八苦交煎呢，你能不动心？这真安了啊！山崩地陷，不能动啊，你就稳了啊！山崩地陷。古时候很少，现在很多地方发生。什么原因？怀疑。啊，现在的人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对什么都怀疑。啊，父子当中没有信心，夫妻没有信心。啊，亲戚朋友更不必说了，谁都不相信啊！啊，信心丧失掉了，对自己的身体就是免疫系统破坏了，你很容易感这个疾病啊，这些病菌侵犯你，你没有抵抗力。你居住的地方呢，就会出现山崩地陷，会出现这些啊，这是疑心所感的这些道理，现在量子力学家承认了啊，知道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的变化。全都是念头啊！极乐世界那么美好，就人家的念头好，没有一个恶念，没有一个杂念，就这么造成的啊！我们世间居住的人，全都是杂念，全都是不善的念头啊！有善念头的人少，恶念人多。啊，造成先前世界的混乱，灾难频繁。啊，他知道原因呢。啊，能不能救？能救。只要改邪归正，断恶修善，啊，端正心念，灾难就没有了。要在这上下功夫啊，真化解。啊，要去挖地洞，
啊，将来的时候灾难来找个地方躲避，没用处。你命中有这个灾难，什么地方躲都不行，你都逃不掉。命里头没有灾难，灾难在你面前没事。那这个地陷下去，下陷在我旁边，我站的地方不陷，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用不着躲避也，啊，要端正心念，这个重要。从因上去改，不要从果上。宗经录曰：“安稳快乐者，在极尽妙常。”宗经录是我们净土宗第六代祖师永明延寿大师做的。永明延寿的道场在杭州，啊，我去看过。啊，永明大师。传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很了不起。他先修禅，在禅宗里头大彻大悟，悟后完全用念佛修行，变成净土宗的祖师。啊，他的表法，也就是说，修禅。大彻大悟，最后他求净土，求生极乐世界，比禅宗的成就就更高了。啊，有禅有净土啊，犹如戴绝户了。用这个方法劝那些学禅的，啊，要求净土。为什么呢？他看得很清楚，学禅未必能成就。啊，不能成就，还是搞六道轮回，可惜了。回过头来修净土，正确了，修净土决定往生。啊，没有一个不往生的。他老人家带着个头啊，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今天的社会需要安稳快乐，应该从哪里着手？从极尽妙常。用什么方法？用教育。教育教什么东西？就教这四个字，教极尽妙常。啊，这四个字，儒里头有，道里头也有，佛里面可以不但有，是圆满的，非常丰富啊！佛有，菩萨有。阿罗汉、辟支佛都有，啊，但是还没有前身不同。啊，他为什么会有？他对于宇宙真相明白了，真相大白之后，妄念没有了。杂念没有了，啊，他真正能做到与人无争，与事无求，极尽妙常就得到了。他还有求，还有争，那不是安稳，那是混乱。
所以现在学校都叫竞争，这个麻烦大了，跟极静妙常完全相违背。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育，从小就叫让，不叫争。为什么呢？中国人有智慧，知道人都有命，再聪明再有智慧，你没有办法跟命去争呢，你争不到啊。命里有的决定有，命里没有的不要妄求啊。但是佛家有改造命运，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怎么改造？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命运就改变了。财从哪里来的？财布施来的呀。你命里的财多，是你过去生中修财布施修的多，这一生得到果报。用不正当的手段，贪赃枉法，积的财，积了多少亿了，几百个亿了，跟你说，你命里有的。如果你命里没有的，这个财就把你压死了。你得到这个财，不是生病死了，就是遭灾祸。你现在平安没事，还在享福，说明这个财是你命里有的。但是你命里有的什么？你因为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打折扣了。至少打对折以上。你想想，合算不合不合算的？如果你要用正当手段，不用这种贪赃污法的时候，你命里头是一千个亿，不是一百个亿。用不正当手段得了一百个亿。这个折扣打得太大了，只剩这一成了，自己还以为自己很得意，错了。你要真正懂这个道理，你就不会用这个不正当手段，你罚得更重，罚得更多。如果你用这个大的财富，你能够救济贫困，马上就翻一倍，命里一千个亿，马上就两千个亿，为什么？你修大福嘛，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啊，命里的是不错，好命啊，大富大贵呀，但是他能够一生所想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九都丢掉了，这就是什么？没有智慧而且死了之后还到三途，还受恶报，都不值得了。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看的时候，这教育多重要古圣先贤的教育，不是现在教育，现在教育没有用，现在教育只教人做事，没有教人做人现在的人会做事，不会做人不会做人，却事做得再好纵然享受，心不安，提心吊胆，怕出祸乱，不安不稳死了之后三途受果报。人不知道，鬼神知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道理，用什么样心态待人接物呢？用真诚，
慈悲恭敬。那这个人骗我害我呢，也对他也是真诚，也是恭敬。啊，我如果真的被他害了，那是我命中要造这个灾难，我不怪他。如果我命中没有呢，他要伤害我的时候，恐怕老天就先把他收走了。这一定的道理嘛。所以我们何必要怀疑呢？何必要操这个心呢？一切恭敬是大德了，普贤菩萨修的，礼敬诸佛，称赞如来，我们只依照佛经上做，百分之百去做，一点都不怀疑。啊，对毁谤我的人，侮辱我的人，障碍我的人，陷害我的人，通通都看成他是佛，他是菩萨，他替我消业障。啊，他所回报的我听到了，想想有没有，有就改，没有就勉励，不可以造这些不善的事。那他是我的老师，他在提醒我了，啊，他在考我了，我不能被他考倒啊，我要关关通过啊，啊，这就是提升自己了，怎么提升的？这些人帮助我提升。啊，顺境善人没有贪念，逆境恶人没有嗔恚，永远保持你的平等，心平气和，你就安了。啊，一生呢，在平安当中过日子，这个就是方老师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人生最高的享受就是平安了，啊，欢喜呀，每一天快快乐乐的，啊，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该来的自然来，该去的自然去，一点都不要操心，啊，得大自在呀，在这个时代。几个人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平安自在，你去打听，很少啊。啊，这个是方老师教我的，那我念念不忘老师，不是老师，我哪有今天这种生活？啊，一生。把负面的、不善的远离了，清净的善意，一天比一天清净。啊，一天比一天增长，快乐无比啊。啊，这是佛法带给我的恩惠呀。我们原来不认识释迦牟尼佛。对他有很大的误会啊！这方老师介绍我们才知道，那是个好人，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他也不是妖魔鬼怪，他是个大好人啊！真正有道德、有学问、有智慧的好人。那我们亲近他没错啊，啊，又极尽妙常，即常寂光啊，安稳光就是常寂光，是指生灭灭矣，寂灭未落啊，这是安。这意思讲的深了啊！生灭灭义是什么呢？没有生灭了，
这个境界高。我们能不能证得？难，不是不能。只要你对于七情五欲淡泊，你就有机会证得。对于名闻利养、五欲六尘看得太重了，你就没有机会了。淡泊的人心清净。读现代的科学报告，科学家今天造成宇宙的三个重要的现象，破掉一个了，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构造整个宇宙。三种现象，第一个是物质，第二个就是念头，这叫心理，第三个是自然现象。现在第一个物质现象解破了，知道呢，物质是假的，不是真的。德国科学家普朗克的报告书，普朗克是爱因斯坦的老师，他这个学生很出名，名气比他还大。但是爱因斯坦要造了很重的业，什么业呢？发明原子弹。他如果接受中国文化，决定不干这个事情。中国人古人懂啊，不敢做这个事情。为什么呢？这不是好事情。最大的害死，害处，就是这个东西让全世界的人心不安。受到这个威胁，就是核武战争的威胁。虽然战争没有，这世界上这么多原子弹，总有一天爆发了，人我心惶惶不安。那这个罪过，爱因斯坦要承担，他要负责任。虽然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是好事。那好事功德不大，小功德，让全世界人惶惶不安的，这个最终我们很清楚他的老师叶森专门研究物质，这物质到底是什么，被他发现了。他把物质分，佛家也用这个方法说出来了。佛法讲物质最小的单位叫极微之微，这佛经上说极微之微，极微之微不能再分再分就没有了，就变成空了，没有了。所以极微之微也叫做灵虚尘，他跟虚空做隔壁他这一分就是虚空。这些量子力学家把这个物质分成最小的叫微中子，这是最近30年才发现。微中子多大呢？100亿个微中子聚集在一起，等于一个电子。你就晓得它多大。
释迦牟尼佛了不起啊，他怎么看到的啊？现在科学是用精密的仪器观察才发现的，而且他生灭的速度，我们根据弥勒菩萨的报告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他生存的时间长短是1600兆分之1秒，也就是说一秒钟他生灭1600兆次，你怎么可能看到他？在你面前看不到，他太快了。啊，上一个星期，台湾有个同学在网络上下载一个新闻，传给我，是现代的科学家发现这个物质存在的时间，过去的它存在速度太快了，啊，快到没法子想象。很不容易观测到，他们发现的是1000兆分之1秒，啊，跟佛所说的是1600兆，科学家发现是1000兆，1000兆就不得了了，一秒钟1000兆的波动现象，所以它是动的，它不是静的。啊，那这些东西一分析之后呢？真的物质没有了，变成什么？变成是意念波动的现象，就是念头的波动，所以才晓得物质从哪来。物质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那这个话佛经上讲的很多啊，佛说一切法从心相生啊，佛经上有色有心生，色就是物质，物质是从心变现出来的，所以心跟物是一不是二，它不能分开啊。心经上你看大家天天念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天天念吗？这意思是什么呢？色跟心是一不是二啊，这近代科学家发现的啊，所以念头重要啊，佛法修行着重在念头啊，纯净纯善啊，这是佛对我们要求的，不能有丝毫邪念的啊，念头不可以负面的，负面念头不好啊。啊，对自己带来疾病，带来灾难，对我们居住的地球带来的社会混乱，地球上灾难很多，都是这么来的。等于说是量子力学家把今天社会问题的根找到了。啊，那怎么救法呢？救法就是端正心念，改邪归正。啊，用什么方法呢？除教育没有第二个办法，教育重要啊！啊，不能不讲求教育。啊，教育也讲求心理。啊，端正心念的，不从这上讲不行。啊，现在头一个是科学家，他们慢慢的醒过来了啊，因为他看到事实真相了
啊，知道物质是受精神控制的，所以只要念头好，没有一样不好。啊，念头不好，怎么也好不了。啊，今天整个世界社会秩序出问题了，大家都知道。问题很严重，大家也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对治？找不到方法。想找啊，真想找。找不到方法了啊！科学家提出一个原则啊，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讲得好啊，一点都不错啊！跟宗教里面讲的一样。跟中国传统讲的一样，跟佛法讲的也一样，可以相信。几个人肯回头呢？为什么不能回头呢？对于伦理道德、因果认知不够。有一点认知不到位，啊，深度不够。果然有深度，人自己回头了。真如此。你今天叫我杀一头牛，杀一头羊，我宁愿自杀，我也不敢杀他。为什么？杀他冤冤相报，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我自杀念佛还可以到极乐世界。厉害的是清楚得很。啊，不会造恶业，不敢造恶业。那人生决定又有死，生死就看淡了，而且真知道自己没有生死，生死是身体，身体不是自己。啊，身体。我们要把身体看到跟衣服一样，衣服脏了换一件，身体用老了，这个机器用久了，不太灵光了，换一个，啊，换个新的。啊，真正明白的人，知道，灵魂是自己。身不是自己，那学佛的人知道，灵魂还不是自己，灵性是自己，提升灵性的，因为灵魂在迷，出不了六道，灵性超越了，灵性是觉悟的真正的自己。迷了叫灵魂，觉悟了叫灵性。所以知道自己的生不生不灭，知道一切万物不生不灭，这叫生灭灭矣。你了解真相就知道没有生命，生命是幻象，假的，不是真的。就是说一秒钟
1600兆次的波动频率，这就是事实真相。你把这个真相搞清楚了，你就晓得没有生灭。整个宇宙就是波动现象变现出来的，这个现象一停止，整个宇宙就没有了。但是这种波动呢，成了一种惯性，它会继续下去，它不会停止。只有修行功夫到位的人，他停止了。哪些人呢？禅宗说，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停止了。停止就入常寂光，回归自性的，那叫大圆满的，究竟圆满。这种人不少啊！别看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少见，别的世界有啊，那极乐世界就太多了。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最后一定是真的究竟圆满，回归常寂光了。那是真正寂灭未露。这是安的，三寂亦如无来无去，这是隐的，这个就更深一层。三寂也不是真的，三寂是讲过去、现在、未来，从时间上讲的，时间是假的。所以，真正把事实真相搞通了、搞明白了。实际上的存在了，就是当下这一念。这一念呢，就是整个法界虚空界，就是这一念。而且这一念呢，立刻就消失了。第二个念头又起来了，第二个念头不是第一个念头，所以告诉你，真正存在呀，只是当下一念。这是从前电影的幻灯片，就是电影的底片，这个底片在放映机里面。它的时间是多长的？24分之1秒。也就是一秒钟，它的镜头开关24次，开了，这个幻灯片打在荧幕上；关起来了，它就没有了。再打开呢，第二张，第一张没有了，在第二张。镜头再一关，第二张没有了，再放开了第三张，一秒钟24张。现在佛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宇宙就像这个玩意一样，每一张都是独立的，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速度多快呢？这一秒钟24张。现实环境，佛告诉我们，一秒钟是1600兆张，你怎么能说它存在呢？所以没有生灭了，真正实相就是当下这一念了，这一念立刻就没有了，所以不能讲有生灭。这是事实真相。你要是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告诉你什么呢？生灭没有了，
也就是生死没有了，生死是假的，不是真的。啊，我们有没有过去？没有过去。有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就当下的。这一年是真的，啊，未来还没到，过去已经过去了，已经没有了。三际一如，无来无去，这真的稳了。这个道理知道的人太少了，知道的人稳了是什么呢？心定。心里头再不会起心动念了，不但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起心动念都没有了。啊，这一段总结，弥陀于极尽妙常中。这是自信，妙，在大乘教里头，不能说的有，也不能说的无，这叫妙啊！啊，当下这一念，你说的有啊，灭了，没有了。你说他没有吧，他曾经冒出来一次啊，你捉摸不到他了。弥勒菩萨讲得好啊，念时极微细，不可知之。啊，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在这个生活里的随缘恒顺这个境界啊，我们要学的妙，常是永恒，要学这两个字。妙是什么？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妙啊！这个人是谁啊？是佛，是菩萨，是阿罗汉。不起心，不动念是佛。起心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是菩萨，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是阿罗汉。他们入到妙了啊！为什么不执着 不分别？因为它是假的，不是真的。我们所看到一切的现象都是在一秒钟之内，你看看这么多1600兆个印象纠缠在一起，我们才看到这个现象。单独一个像看不到，它时间太短了，谁有能力看到？我们不说别，不说多吧，千分之一秒，你有没有能力看到？照相机呢？照相机用千分之一秒照这个喷射飞机，啊，在太空的千分之一秒照它，飞机没动，没看到它动啊！你照的清清楚楚，没看到动的样子。那现在我们要告诉你，佛讲的了，一秒钟是1600兆分之一秒。更没话说了。这是科学家的报告啊！啊，佛在3000年前就讲过，跟现在科学家讲的完全一样啊。科学家讲的还没有佛讲的那么详细，那么透彻。啊，所以大乘经是什么？最高的科学，
这不是假的。科学里头研究来研究去，没有出佛经范围。啊，方老师是学哲学的，61年前告诉我，佛经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我们通过60年的学习，看到最近30年的科学家的报告，我们又发现了，佛经科学是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释迦牟尼佛不但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他也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不要佛教，就不要最高的科学，不要最高的哲学，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啊，6种佛教，5种是走了样子的，变形的，我们要认识它，啊，也不必责备它。正常现象，正法没人讲了，没人学了，变质了，这是自然现象。那我们要学，我们要学正统的释迦牟尼佛的教育。释迦牟尼佛的教学，这叫正法。我们有使命啊，要护持正法救助啊。正法可以救世界，正法可以救国家了，正法可以救我们了。那5种佛法不能救我们了，只有正法可以救啊。我们很幸运的。在这一生当中能遇到正法，能学习正法，能了解正法，不容易啊，太难太难了。今天我们就是真正找到了老家了。真正老家在哪里？自信是老家，常寂光是老家。要用什么方法回到常寂光，回到老家？通过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什么老家的大门？我们只要到极乐世界就回家了。其他的方法我们是连门都找不到。这个门找到了，这门大。你看无你实物回谤佛法都可以回老家，那我们笃定了，我们还有什么问题啊？决定可靠啊！这家你看，安稳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国家社会迫切需要的，我们这个世界迫切需要的。我们要想安稳，想安定下来，佛经上有啊，这不能不知道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在佛经上通通可以找到，有解决的理论，有解决的方法，有解决的经验，有解决的效果。幕后这一句我们念掉：妙光普照，先令众生安稳快乐，立住生灭了，是名安稳光。今天时间到了，我们继续到此。